谁拿了我的尾巴？我们没有，没有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尾巴，这是我们的魔法尾巴。魔法尾巴，让我见识见识。好，你看好了，魔法变。啊、嘿嘿，艾莎消失了，看他还怎么要尾巴。你们谁拿走了我的尾巴？没有，我们没拿。那见识什么？这是魔法尾巴。黑暗魔王，你要见识见识吗？好啊，魔法变啊！这下黑暗魔王也消失了，我看他怎么要尾巴。伙伴们，开饭了！哎，小雪，你先别进来，戴上眼罩再进来。好吧。给你们吃的，小雪，我们动不了了，你给我们送过来吧。可是我现在戴着眼罩呢。没关系，第一个是我，你过来吧。好，给你小贝姐姐，这是你的饭。喵喵喵，我的第二个，小雪姐姐，快来给我送饭。好，给你大宝。喵喵喵，小雪姐姐，我是第三个，你来吧。给你熊妹。喵喵喵，我可以摘下眼罩了吧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玩躲猫猫游戏，我们还没躲起来呢，你不能摘眼罩。好吧，那我离开了。大宝、小贝姐姐，我们拿黑暗家族的尾巴玩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只是玩一玩，会还给他们的。那你们把艾莎和黑暗魔王变回来吧，他们没有尾巴就没有魔法，不能自己回来的。别担心，等一会儿再让他们回来。这个艾莎真是的，我们可没拿他的尾巴，还问我们要。就是，让他多在太空待一会儿吧，嘿嘿。上课了，点名字。小雪到。大宝到。小贝到。熊妹到。小雪，你怎么回事？谁让你替他们喊到的？他们人呢？老师，他们不方便来上学。怎么不方便？小雪你说呀。他们在玩躲猫猫。什么？不好好上学竟然去玩躲猫猫，这是逃课，看我怎么惩罚他们。大宝、熊妹、小贝，糟糕，老师来了怎么办？大宝、熊妹，我们快藏起来，快。大宝、大宝，你们人呢？怎么有三条尾巴？这是谁的尾巴？爸爸，你看，哥哥就是在这里消失的，你快找哥哥吧。这不是我们的尾巴吗？好啊，你眼镜老师，原来是你拿走了我们的尾巴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来找孩子们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哎呀，我相信你。你说是不是你把我儿子变消失了？你就欺负我们现在没有魔法是吧？不是，真不是我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黑暗老爹，你快放开眼镜老师，不是眼镜老师拿的。哼，我现在就带上我的尾巴。我现在可是有魔法了，魔法变。爸爸，谢谢你救我。儿子，是不是眼镜老师干的？不是，是大宝、熊妹和小贝。什么？就是大宝、熊妹和小贝，就是他们把我们变消失的。走，我们去找他们去。我知道你们躲在这里，你们快出来吧。好啊，你们真的躲在这里。银子老师，小雪，我们这次的恶作剧玩过头了，对不起。你们应该给大家说对不起，快去给大家道歉吧。知道了，点赞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